和泰汽车发表重大改款阿法车系，与日本市场同步推出。你看，多重视你！同步呢，正式售价 2.5 Hybrid E4 315万元。E4 是什么？四轮驱动。哦，四轮传动哎哦，较上一代292涨了约23万，合理好不好？现在万物皆涨，涨23万合理。哇哇哇哇哇！哎，金光闪闪，水气成条啦，一块一块银色的砖块铺满了前脸。哇，这个密集恐惧症会不会？哦，你看它引擎看起来好像在很深的地方，很小一块，在很深的地方哈、哦，看起来好像勾进，你要去拉勾进才修理得到的感觉。哇，这个叫什么流水式的方向灯，来，轮胎尺寸为2255R19，哎，这不错，这个看起来很像锥子的形状，是不是？还是奶瓶的头？还是灌肠？人生晚肠？啊，哇，哎，姐姐姐姐，看保险套，切削的地方啊，奶嘴啊，你形容的比较好啦，我要被骂了，我说保险套要被骂，哦，这香槟金哦，这香槟金哎。棕色啦，然后后面这个尾灯啊呢，几条，跟前面蛮像，呼应，好险，好险救我一命，不然我又讲不出什么好听的话。香槟间啊，哈，哎，我多少钱看德哥哈、啊？哦，对，这德哥哇，德哥拢改耶，墨镜坑的也头发电嘛，哦，车评都喜欢这样。车长5010，比上一代多了6.5公分，车宽1850，车高1950，轴距3000整。配备电动尾，这一定要配的啊！那315万的，这不配尾能行吗？传出去能听吗？那你可能比较特别的是开关设计在尾啊、哦、左边的尾灯下方，是不是、嗯、啊？开跟关各一个按钮，这样哦。对，很好的，那就是对。可能会按错的，不是按错的问题啊！你撞到不就撞到这个开关了？它、啊、放在外面淋雨，它、啊、又不好看，你干脆用遥控按就好了、啊。不一定啊，搞不好你钥匙不方便，钥匙不方便的话，你还是要一只手去按啊，或者不脚踢就好了。可是开这种车应该都有司机吧？司机按，那就更不需要做按钮了，连电动尾门都不用，叫司机开就好了。哦，那两个按钮坐在尾灯下面，蛮神奇的。来，24北7cc 哈、哦，188马力，重效250，哇，23.8公斤米的扭力，平均油耗哇那么大台15.5，听起来很划算。前麦花臣后双 A 倍，税金2245，刚好超过一点点。哇，引擎又塞在它的挡火墙下面，那很难修，你知道吗？要伸很进去，对，看它在这个网子进去啊，它的网子如果漏水，不就垮塞了？好险阿法没有哈。内装的部分，12.3数位仪表板，来我看一下、哦、有没有简体，没有哈、哦。政治魔人检查一下，政治魔人要检查一下是简体还繁体的。这个方形方向盘就跟 CC 好像一样的，类似的哦。它这个触碰是不是？它的那个两旁边会是那种类似滑鼠板。笔电的滑鼠板、哦，滑鼠板坐在那边哦。你跟我讲这样更直觉，你确定？不太你要确定。哎、欸，不过方向盘看起来蛮粗的呢。哦，这方向盘我觉得粗度应该我握起来会蛮习惯的哦。搭配与 Lexus 类似的中央14寸的触碰屏幕哦，有双区恒温哦。后面有没有恒温？有。哇，三区还是四区？四区。哦，四区恒温。哦，来来来来，这跟那个很像 ，BD 后尾很像，是不是？它是按钮式的哦。哦，短机机是不是？应该是类似 Prius 的那种啊 ，Prius 那种短机机，第二排多扶手，方便乘客上下车。哦，对，那椅背也有扶手，1500瓦电，哎，1500瓦其实蛮大的呢。我们上次去那个用电烤盘就差不多1500瓦，原油会啊，所以1500瓦电源蛮大的。还有 HDMI 可以打电动，上面有这个14寸的萤幕，是不是？可以连接，还可以调音乐。上方哦，它是两侧，哇，这种中间这种上面光调式，看起来就很高级。两侧的天窗，帅。可以开吗？这两侧还是只有采光、嗯？只有那个遮阳帘。好、哦，没有办法开，固定的。哇，雍容华贵。哇，第二排乘客有独立无线触碰面板，这看起来很高级，智能舒适，有没有？空调、遥控器呢？哦，它可以拔起来哦。无线的。哇，高级才多你23万而已，划算呢。哇哇哇，整个椅子都可以调哎。两个椅子都是按摩的，应该是没有按摩哦，有通风也有加热，我以为有按摩，那看起来坐得像按摩椅一样。新款有走道哦，第二三排，然后它一样可以这样掀起来，在两侧。第三排乘客也有充电架 ，Type C 呢哈、哦，第三排可以充电，也有杯架。右后方这是后车厢里面，哦，也有一个电源。哇，すごいね。二三排的座椅也是电动的哦，它电动收折啦，是不是？收折，然后可以前后滑移。哎、欸，好像很高级呢。Toyota Safety Sense 3.0，好、哦，现在是 3.0，6G 安全气囊，
这个就是跟车啦，自动刹车啦，车道偏移辅助啦，无微不微啦。哇，后面也是流水灯啊，原本就热卖，阿法应该会更难买到。听说已经不是更难买，现在买不到了，500台已经卖完了，预定要2025年才能交车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车呢，我们大家只是这个看看有钱人都在做些什么事情而已。现在你订也没有了，阿法独特的定位，相信很快就看到新款阿法路上奔驰，那都订完了。哇，又看到德哥了，哇，我换哪个的家？好了，介绍完毕，好不好？这个虽然这个是叫做什么“干我屁事”系列嘛，我都说这叫“干我屁事”系列啊，因为我们就算你有310万，先与其不论你有没有贷款啊，你也买不到，对不对？搞不好加价，搞不好透过关系，有的没的，好不好？干我屁事系列到这边，这个新车的影片呢，也请大家多多支持、分享啊，留言帮我们宣传一下，好、哦，新车多做的，下次见，拜拜。